可发现每个人身边总有一些又菜又爱玩的朋友，他们的行为总是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遇。他们其实有一颗温柔的灵魂，总是想着牺牲自己来取悦别人。他们虽然菜，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的热情，他们总能在不断的试错中找到精髓。他们比谁都还要争强好胜，这份挑战的勇气以及乐观的态度值得每个人学习。我现在玩打手背，卡卡打我手背，打得我的一个骨，我也不闹。并且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。还喜欢挑衅各种生物，满足他们超强的征服。还好左下角有一款手游，砍怪贼爽，手残党贼爱玩，注册就送随机数额红包，多菜都能领，升一级等于领20，最高能领 iPhone 12，提现秒到账。关注儿孙一起歌，让你每天都更开心。A186，跳一下，随便啊。